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羽毛。今天出这部日常是因为我的坏毛病犯了。有看过我 PO 的文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坏毛病。先行提要一下，在上一场的时候，对面六排对上我们四排加上双排路人，然后突然大家都不动了，所有人都在喊是不是 DDoS 的攻击啊？那我不是专家。那 DDoS 是一种就是让场上变 lag 的外挂，然后甚至可以就是把地图直接结束，然后换另外一张地图重新打一遍，然后有时候在 rank 会遇到，韩国就很常用这种外挂，对。然后总之呢，我们就卡到一半就突然换地图了，换到了这一张地图。那接下来事情呢，就继续看下去吧。快打快打，我演做很准是不是？我需要开两大吗？三个。各位英雄，站起来！自由开路！他们在讲什么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自动外加爱你。他不是说你没说话吗？中文吗？我觉得他们在说你没说太多。自动外加。哈哈哈！啊！笑死！笑死！对。打个治疗一下，加速喽！对不起。他们都残，都残，都残，打打打，对对对。哎呀！哎呦，弟弟！这 Q 好快啊！可悲。哇！比零。对对，奥四。我要加快速度喽！别再混了，打到大陆人。我要被八外挂了，哇！对不起。四三二二一 ，Q 那么快，哇！你不开外挂、啊。吸金阵，吸金阵，阵啊！是谁？吸金阵我炸爽了！还有一个莱茵，要出那个水神哦，我继续用战锁。三只星星，一只莱茵，哦，两只辅助。要退波，退波。哦哦哦！要加快速度了。算我换那个，换拦路就好了。可以啊，打治疗一下，没有惨，扣嘞，不需要他。好星星啊，没事，没被推啊。
哇！我被撞了。点内，点内星星跟慈悲。我要加快速度了。咋被敲死了？我靠！Oh fuck！ Shit shit！ 知道死了。性好可怕啊！哪有信他们？我在不懂他们整些什么。舒服点。他们那边是角色吧？啊，还是他们有一只角色叫杨永信？哪有那么难听的角色啊？壁垒，他们壁垒，壁垒在进门右边。等你啊！各位英雄站起来！靠！我靠！我要加快速度！安娜，恢复吧。哦，问号问号，哎、欸，有盖。我来帮你治疗一下。哎、欸，不要输他们啊！欸壁垒还在，壁垒还在。
走哪走哪。哎、欸，弟弟，弟弟，我躲到障碍物里面不是吗？要完了。弟弟还在啊、哦，弟弟还在那个位置，还在哪？我们进门进右门右边。好、哦哦哦哦、被撞了、啊！外面来一，外面来一。滚开！任务开始。点点点点，弟弟弟弟忘了弟弟忘了弟弟啊！搞飞车去了，靠背啊！啊，没办法，避雷要小心。我操！给我一个命！滚开！快快快，给我！真的爹！要等，你要等，大家避雷左边，避雷左边啊！耶！我进不去，太多人了吧？问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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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开啊！没开妈屁累了，不是妈快挂了。双杀，三杀，四杀，英雄。弟弟用 S 加子。我被骂了。哇，现在钻石就被骂会挂吗？超智障。来来来，再一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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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是带他们。Yes yes， 还是他们，还是他们。希望这两个不要再闹了。真的哎，哎，这不是刚刚那两个，我就换了。快快快，帮我们快！救命！快点！哎，你观众来了。帮我们！被对面呛了，被对。被对面呛外挂了。加快速度！哟，大家一起来！嘿！我玩惨好了。复仇的。可是不说吧？有人看 DOS 啊？是干还是干？到底是哪一国人啊？台湾人吗？多少打？是吧？可是有时候打前提是有时候打。哦，我爱死这首歌了！我来帮你治疗一下。客人要这个节奏。有人见吗？你看，滚开！双杀！够惨，两个惨，两个惨，七六惨，七六惨！哦，大声点！大家看，我好厉害啊！耶！我不哦哦，大声点！我的蚯蚓，任务开始，开始加速。谁能挡得住？没有压到，看到是不是啊？对啊，
金家具低能儿啊！啊，一定是外挂害的。看来太久没玩了，金家具。哎呦，我刚穿墙哎。倒了，一直抽鸭血。快到，快到，快到！给我一个命！好，抬一下，抬一下，好。好，不可能！哎，我举着盾，我举着盾呢。慢下，我举着。看不到了，我觉得我举的盾啊，被另外一个人，应该是。我靠，这几期耶，哦又有了，顺大顺大，合理。可以，不会不会骂他们，不会骂。你在那回人。哦，七六你太扯了。加快速度了。他说对面的。不海，我觉得他太扯。不海不海。懂了懂了懂了。加速吧。啊，怎么是？耶，这才像样。来来来，过来个大的，不要大说。Oh fuck！ 来波来波，我大，等一下。我来，我已经要冲了。开始。OK OK。加速。追波追波。追波追波。集中比较忙。哦，我爱死这首歌了。上面上面，早被撞了。开始。三。啊。好，放，再加一点。哎，断钩哈，开动。谁都挡不住我。他们都塔了。我放。全坦啊，就一直不输啊。初始应该可以。待遇因为他们只有路西欧，路西欧很准。哇哇，加没盾。屁啦，好像。我该我该死的。刚刚怎么回事？然后飞来飞去的。双杀。哈哈。
加速了，希望刚刚没人看到，超好笑。任务开始。哎，怎么才挖好处啊？外面猪，外面猪。哦，哥啦。不行啊，这样浪费。追个莱茵啊。我打的呀。我开了门。加快速度了！哇！不要陷我哥！哇！高强，高强！啊！走开！又输了，超肥！走开！走！哇！赞！没有救兵塔，没有救兵塔。推推推！再一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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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到赢为止。我怎么打不赢啊？不懂啊！他们两个比前面那两个第一场那还好吧？啊，跑掉了！哇，没人了！我们自己邀啊，没关系啊，再邀啊，这个、啊、没有人可以邀人啊，看谁在啊？没有好友啊？没有没有啊？我看一下这个多少。干银牌，算了算了算了。银牌谁啊？不行啊！要那个要说外挂，要那个 call 要上线啊？没有没有人啊！打电话给他。哦。不然我要最近一个玩家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为了打。啊、最近不是就他们两个吗？这个要再进一波玩家。不，哎、欸，哦，快点，快点来人啊！哦，啊，说不定排得到啊，他们也跳了，凑不到六个人呐、啊，跟七七耶、欸，对啊。